喜欢你的表情、动作、侧脸和性格，研究你的原则、星座，还有幸运颜色，是一本关于两个角色的小说。只有你和我，只有你和我，了解你的心理活动，休息的角落，害怕你会疲惫口渴，不要奶茶芒果，找个烂借口想要再待五分钟。只有你和我，只有你和我，哦耶，想一起吗？只为